来一把健身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怀疑，我在想剑圣的 Q 能躲破烂王的大吗？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都破烂之王大的时候，应该是能被锁定的。全军出击！无极之道，在我内心延续。浪漫手机。从前有个人，他说他不玩剑圣，那这个人肯定不是我。叶师傅，明天我求婚了，很高兴。我们先别急着高兴啊，等求婚成功，我们明天来再高兴一下。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好啊？主要是最近我看了很多求婚失败的帖子，但是我相信你不会失败的，毕竟是你是从我们直播间走出去的。祝你明天求婚必不失败，好吧？这阳间祝福怎么就阴阳怪气了呀？这挺正经的呀。这不是阴间祝福对吧？在昊天血我一个 Q 把他杀了，刺他，对，我打个单 Q 他就死了，孤立无援。带 TP 的板子好稳，卡莎打野，这个我熟啊。自从我玩了这些打野之后，平常陆陆续续也会碰到一些的。难道名师出高徒啊？他把宣判长交了，惩戒生物，孤立无援。这也没抬的好，没事，我有扫描吧。看，自从我玩卡莎打野之后，路人局也有了。自从我玩火男之后，路人局也有了。
那天碰到那个火男啊，果然有水友说那天那把火男是他玩的，可以，但是那火男玩的还可以啊，没丢我们12313的脸。我们开始。哦。原来他是破败之王是吧？我以为是卡莎的，吹了半天。你们也不提醒我一下啊！早说嘛，那没事了。你不走，你死了！我跟你讲。这剑姬怎么这都打不过呀？这拿剑的打不过拿刀的吗？女的打不过男的吗？不会啊，我们这个打野是拿剑的呀。这不应该，这剑姬刚才卡六都打不过就很离谱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越塔被反杀了。只能这么解释了。我将为你指路。真正的大师，我的野全被偷干净了。真能抽这个，他这样我不好打先锋兄弟，哎，我的天哪！形势先顽力，有好一点。干嘛呀你？我 W 减伤你暴击，我以为是有打野在呢，我插个野也没人在啊。看着吧，还要想反杀我这个人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刀刀暴击就死了，那不可能的呀！先不说能不能刀刀暴击，就我们这个 W 减伤啊，他这个暴击的伤害还不如普通攻击的伤害的，而且我还有回血 ，A 我等于没有 A， 知道吧？这不给他越了呀？他没大的，可以金砖顽石，砍他！孤立无援，帮我扛一下。Nice， 赶紧把线推了。推，快！
有一些卡六层皮跟四层皮，一人600，共同致富。欢迎走进致富金栏目啊！我是你们的理财师叶小富啊。这剑姬买个贪欲了，直接出大件了。你买贪欲再打不过就没道理了。他这波传说装备，传说打史诗啊，老是我老觉得史诗比传说听起来厉害一点，有时候会记错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好快快，上去队友自己拆吧，我去拿龙去。这把应该是一个水龙魂了。给露露吃吧，别死了。看到没有，水龙魂给你讲了，还火龙。我有大可以再杀一次。这个鱼坦抛弃了这个技能，你抛弃了我。依然相继。他怎么这么能偷呢？啊？你是捡破烂是吗？回家，起飞了。形势先于蛮力，你们问我歌单放什么，我咋知道呀？有时候这水友挺可爱的，以前还有人私信问我，哎。叶师傅，你这个第二把的皇子的，打蓝 buff 的时候放的那首歌叫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呢？你听的人，有心的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这个无心的人，我都不戴耳机，我更不知道的啊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我这个歌单里面的歌几千首，你问我哪一首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有个东西叫听歌识曲，知道吧？我们记住一段台词，哼出来就行了。你不戴耳机怎么戴耳机？我耳机我戴的，有点耳鸣不能戴。
确定你不开 W。 那个啥，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对，耳机戴多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适当的戴耳机啊，引以为戒。我就是以前听歌听多了，而且声音又放的比较大，我戴的是头戴式，我戴的还不是入耳式的。有时候你坐那种地铁，它里面的那种，不知道它那个分贝高一点还是什么的，你听着挺难受的。有时候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，少戴耳机就好，少戴的话就影响不大。把这射手买了，别怕，我在，你们只要打残一个，给我一个残血，还你一个世界。有眼，这屌毛，这个站位应该是有眼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打不动啊！我有 W 在，队友呢？没技能了，上啊！别翻墙！你这不把剑姬卖？哎呦！我的妈呀！我被控到死了！我操！我在想买头带还是买哪一个呢？应该不用买头带。还是买血手好，我出不出来，键盘都按烂了。我们刚才这波打的有点怂，这个吸血鬼已经没技能了，这难道翻墙走了？这个剑姬一个人伤害不够把吸血鬼杀了，就差一点点伤害。这个难道刚才打个重刀吸血鬼就死了？重刀加个 A 就行了。对面已经打完技能了，不跑的话这不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等这个女坦走，还要毙了，跑个快，别抢了。然后大队走了就没用了，打破败之王把他 W 躲了，破败之王没有 W 就没什么伤害，就是 W 躲了他就没什么用。我们这两件套伤害已经够够的了，这时候得来点防装增加我们的容错率啊。感觉剑姬跟蛮子换技能，他蛮子赚了呀。剑姬不好打蛮子吗？他优势这么大，怎么老打不过呢？大漠有没有老剑姬老蛮子的？到底好不好打，看不看出来？
想跑？我免疫减速，还有一个呢。集中起来的意志，直接上高地好了。剑姬好好打蛮子吧？看来是这个剑姬的问题啊。我也感觉挺好打的呀，毕竟这个剑姬有减攻速减移速，这个蛮子不好 A 啊。差一个，有人替了，有人替了，这个人没大的。先别急，别急，我没大了，没大了，撤，回家补波装备。不疼，走吧走吧，见好就收了啊。买个蓝盾 Q 进去再减速一下，这把不用买15，蓝盾挺好用的。对面两个暴击啊，三个暴击啊。刚好我们是近战，我们 A 到人的时候必能开蓝盾的。近战买蓝盾就比远程买蓝盾厉害了，如果远程买蓝盾想给人开的话，就他的射程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啊。可以整个大了吗？蓝盾捡爆伤的，只是不是永久性的，得给他挂上，挂上才捡啊。别打了，很快的，这一秒几百点伤害，我直接单 solo 了。两刀一次被动，愤怒带来冲动，顶多伤害再杀他，再开 Q。我们没魔看的，这吸血鬼有伤害一定要减一下。王寡，死瘸子别跑！这队友不表示一下的吗？闪现治疗灵光披风，狂风之力啊！这出来再吃吧，先吃也可以，我刚好可能差点钱。虽然玩的不行，但是还是会躺的，1-5，这波打出了5-1的效果。来个头戴吧，感觉，算了，不要，跑快点好了。我感觉主要是我感觉我死不了了，现在没必要买头带，我不怕对面的控，我吃到死技能都没关系。反甲整一个，
自然之力也可以吧。主要板甲有被动在跑得更快，来，他全没有全技能。好快快。你怎么还敢过来呢？就躲下去，太大不扛伤害。反正 Ace 蛮滚，那 Q 吸血鬼，又一个五杀，全是细节。其实剑圣操作不难的，难就难在这些细节上面，什么时候给什么技能，我大都没断过，这才是真正的高原血统。基地双爆炸，这边投降了，可以。这个 bug 也不能说 bug 吧，这个设定一直没修复啊。对面投降会炸一次，你拆了之后会再炸一次，一共炸两次。双响炮，伤害拉满了，这一个人等于四个人的伤害，很离谱啊！伤害占比高达50%啊！